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来到红猪哥游戏解说。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段视频是发生在昨天晚上，也就是2018年12月，也不能说昨天晚上，应该是说2018年12月17号凌晨1点钟的决赛啊，来自于前方98C 啊，国内98C 的顶级高手一个排位赛的决赛，来到了现在比分到了8-8，阳神对八神月啊。比分已经到了8-8，抢食规则最后两局了，来看谁能稳住最后的胜果。首发大门五郎对阳神的首发七加射，都是他们的绝对主力。阳神的七加射号称是整个98C 啊国内最强的七加射了。七加射这个人物呢是可以变身啊，所谓的变身就是说切换两种状态，就是真七还有表七啊，这两种态。好的，现在七加射被对方抓到了一个天地反，到板边里头，完了，紧着下逼之后再次天地反跟上下低取消头撞佛，主力第一主力已经挂了。那么中间是选择了谁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克里斯啊，表克，表克在98C 版本里面要比原版要相当强了好多啊，原版当中是真克里斯比较强啊，那在这个版本里面。是表克里斯比真克里斯要强。好，大魔王暴气版的地狱之路走起，我咣当咣当咣啊，还没完，再连下低取消，再来个地狱之路，短短几秒钟之间我们看到两个地狱之路了，还有第三个吗？有没有机会？这边犹豫之间，贝克里斯直接晋升在战冲原两段里头，完了完了，克里斯又要两八血月上一把被对方打了一个穿三局啊，这局也是憋了一肚子气啊，老子也要打一个穿三吗？杨晨最后的是选择了八神做一个守点，八神打大门的话其实不好打，因为大门的攻击力比较强，八神的攻击力比较低啊，尤其是暴走的话，两个重拳你看到没有，两个重腿加上一个重拳，八神已经半血不见啊，把爱高手做一牵制，哎呦，近身小跳逼之后，差点要霸山的命啊！霸山果断发动强反，两个血刷街跟上高手取消契约音到板边葵花，一段两段三个八字女跟上走起来 ，Max 翻板十几连呢！我咣当咣当还可以再进个升龙取消，哎，对，血刷街一段跟上葵花，契约音输出三葵花，再接八个小女孩，八个小女孩之后要打42、43连，谢风推过去葵花。对，青云走起还没死，这个时候伤害已经被修正到非常可怕的地步。暴走八神伤害比较低啊，只是有一个好处啊，连招毒啊，速度快，他不如暴走莲娜。哇，刚刚这边打康了啊，还是利用自己高中性近身的战 C 抢招，打了一个葵花取消起抓结，再次输入青云，八个小女孩走起，我咣当，哎，对。再来天真言吗？不走，这边一个失误就要被对方抓到一个铁血大破坏头，抢反了。现在八神已经没抢反了，杨神加油了。对方是大猪超重击，超重击一段直接确认天堂点，发葵花起，漂亮，八神你漂亮，太快了！这两位玩家已经是打出了自己的火气啊！这个意识跳 CD 打中之后，直接打成红字暴击啊！那么这个是一个counter状态，对方会有一个硬直时间。所以说可以追加一个攻击，那么他直接追加了一个超杀天堂之炎，连续三个前冲跳逼做一个压制，你起不来啊，这个时候跳逼又一个跳逼，四个跳逼，这个霸神也是发动了一个跳逼啊，八神月重冲取消了八神，你漂亮，再次用天堂之炎做个浅反杀，咦，我去，超屌，没死，因为这是强反啊，这一打身后，哇，这边八神月抓到最后一个机会，一个战 C 啊，相当相当的精彩，好吧，现在比分到了9-8啊，9-8，现在是八神月的赛点。嗯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视频是2018年12月17号凌晨1点钟正在进行的中国98C 啊排位赛的决赛啊，谁拿到了这场比赛冠军，谁就是获得了排位第一的啊，国内排位第一的名字。八十月现在是9分，阳神是8分，现在是2P8G的赛点了，拿下这局就赢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八十月最后打阳神，赛点局阳神首发还是选择了七加射，
大魔狼现在是最好的一个鸡腿，而且是翻到了厕所板边，再来天地反，跟上下低取消头上风，一段出运头取消13连，头上风取消超瘦身，再次确认到里头，赢了。再来天地反，跟上头上佛，哎，下地直接取消头上佛，这个头上佛是可以打两段，再次取消出晕头。如果在板边啊，可以接一个下逼，再次取消啊，这个地狱绝路，这边就是一个两则了啊。霸王巨顶抱起来，小伙子来前打中段，克里斯跳 CD 两个，跟上滑错到板边压制翻头杀，重拳两段前斜下踢，再次滑错，超级滑错都行。那克里斯这边的连招又是想打一个小跳逆向，可惜啊断连了。大魔狼再次暴击，大魔狼，哎，走起。杨神也是比较紧张，这边如果是再次被他拿下，可真的是有两条飞机，两个滑出跟上走起到板边翻头过去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大魔狼又凉了。这边预知还有两颗气资源，不用了，一颗气带走，非常给力啊！大家如果喜欢红中哥解说的朋友，可以点击关注，好吧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一波是来到克里斯打对方大柱，好的，一个后闪避回到回避对方的这个下场梯，滑出打对方逆向小跳逼，哇断连，把谁的这边防住下段，好的，落雁斩之后跟上铁球大蓝舞，没有弯，再次接一个大转球取消，这边又投下段成功，关厕所吗？没机会了，好的，再次取消成功，生龙、这个生龙打有点急了啊。大柱还有机会，把水月再加油，跳低战逼取消铁砂重击，超重击一个取消吗？路人斩跟上铁大菩萨取消，哇，这个手速太快了，现在是单身50年的手速才可以。决赛决战，哇，红中哥也是比较紧张啊，来看看这一波阳神又被打到手底了，马甘米守神，能量闪避费了一颗气，这波气费的其实意义不太大。众生龙被对方铁球跳 C 打掉，那杨八神现在用跳 C 啊作为一个换血的一个打法，哇，枪反吗？漂亮，直接打到了8-10，结果是八神月淘汰了杨神，拿到了本次98C 排位赛的冠军啊，恭喜八神月啊！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朋友们喜欢红中哥解说的话，关注红中哥游戏解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请大家关注红中哥其他的游戏视频，拜拜。